接下来就这边的话，如果你想要改模特的方向的话，你可以对着模特，这个四个模特，可以给它改方向，对它进行画，然后呢，这边再进行的话重算一次。进度 OK。那你可以看一下这里，这边的 complain。速度稍微慢一点，但你还可以看到。这是变长角。但是，逆时钟转算是顺时钟转。然后一碰，碰一下，刚好又碰回去。没有，那我们就OK， 大概是这样子。那。看一下分析结果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分析结果，就是我们要的这个要刚设要大于70嘛，就是我们刚最前面第一步说的时候，这个值要大于70。就是它这个垂直的这条线要大于70，那现在只有44怎么办？你可以简单的用一个公式，就70除以44.9365等于，这就是放大的倍率。放大之后，就可以得到，你就可以对你的，你抓的这些 parameter， 一个一个去放大，那就得到结果。好，先讲到这里。